假的假的，蛋仔岛的小粉竟然是假的。伙伴，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？小粉竟然是假的。小粉竟然是假的。喜欢小粉的先别走，喜欢小粉的先别走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关于小粉的秘密。我要告诉大家关于小粉的秘密。伙伴，我想问你，你们喜欢小粉吗？如果你们喜欢小粉的话，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。什么？五小之中的小粉竟然是以假的。小粉竟然是假的，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？众所周知，蛋仔派对一共有五小只。 Yes， 我听说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小粉。什么？伙伴，现在我们喜欢的小粉竟然是假的，竟然是假的，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？快看呀，这是小粉的漫画对吧？众所周知，小粉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蛋仔。你们看，魔鬼蛋见到他都吓哭了，并且啊，现在我们看到的小粉还是一个暴脾气的女生。你们看他表面笑嘻嘻，背后却非常的生气。伙伴们，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在小粉的漫画中，有一个绿眼睛小粉，手里面拿着一个非常小的小粉。你们看他和另外三小只的大小是一样的，所以啊，注意看这个绿色眼睛小粉手里拿的小粉的眼睛是黑色的眼睛，对吧？所以伙伴们，真正的小粉就是这个黑色眼睛，而绿色眼睛的暴脾气小粉是假的，是假的，真正的小粉是黑眼睛的。